健完身洗头，然后偷懒，自己也不吹头发了，就让那个化妆老师给我吹吹。长头发太难吹了，我吹半天。这个戴了久了会难受吧？肯定会有点的。自己拿下来的吗？这个戴多久会难受？他没有人说难受吗？就是时间久了会干，不是日抛，这个是半年抛的。他得反复戴是吧？对。每个人都是这个颜色吗？对，所有人都是这个颜色，统一的。可以，挺好看的。瞳孔不是很大吗？没有买特别大资金的，因为它那个它是只有一个型号。就那么一会儿，就被蚊子叮了一个包。外面还有吗？没了。怎么办？是的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你要装麦是吧？这么大。那你看，这边的蚊子太毒了，我都没感觉。可以。才开了一场戏，天黑了。这个衣服穿也穿半天。是。刚刚这个蚊子刚刚咬了，现在退下去，这块蚊子太厉害了。
我已经包的基本上没有地方可以下嘴了。你这样靠近，人家一拿嘴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恐怖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小心，里面有妖怪。哇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我最喜欢妖怪，最喜欢妖怪。蜘蛛精，七个蜘蛛精。小心，有点高，老师你，不是有点低，这个门槛有点低，小心啊。小心，我一头，我一头。这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牛奶味儿，前面跟我要，你们店没有男的，跟我要，没有男的，我就拿过来。啊，好吧，不是你们的就行了。没人管的，我两天订的，还有一个，没啥。这不是在一个山洞里面，怎么感觉有点那个西游记的感觉，还没有西游记的感觉。现在是凌晨2点多，今天估计得拍到天亮，太热了，这边太闷了，非常闷热。一点风都没了，等于说像是一种逆风的一个环境，有没有西游记的感觉？